香香，一起拜拜。哎呀，我们全全今天怎么这么香啊？今天关我明慧，一晚上把我脸都快给扎肿了。这个我真救不了你。哎呀，来，全全手上。今天心情挺不错啊。丁一峰的事情处理得还满意吗？满意啊，非常满意。你知道吗？他在全集团发邮件公开向我道歉，还顺带澄清了一下我的绯闻。我现在心情呢，就像是32度炎热的夏天喝了一杯冰啤酒那么的凉爽。哎，确实可以来杯庆祝一下。给我也来一个。行。给。那我的呢？小朋友不能喝啤酒。那奶行了吧？还有果汁什么的。真是。行，正好还有一个双皮奶，给你买的。哎呀，好凉。慢慢吃啊。说起来，确实要感谢一个人。我的好姐妹草木，无论我做什么，她都那么义无反顾的支持我。没了。这怎么能给忘了呢？哎，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研发二部的小伙伴们。何海翔为什么不敢让我走？就是因为所有的核心技术全部都在我们研发二部。所以说呢，感谢一下我所有的小伙伴。还有吗？没了，都说完了。但我多管闲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丁一峰为什么会给你道歉？所以你为什么要跟丁一峰说这些啊？不是，他明摆着就是和何海翔商量好的要取代你，我是在帮你。帮我？那我还得谢谢你啊！你这不是彻底让丁一峰坐实了我跟你的关系吗？这不是也是一部分事实吗？秦琪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之前是你说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，你现在又直接说出去了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敏慧，你要是不会对别人表达感谢的话就别说，我这是在帮你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秦琪啊，本来呢这就只是一个绯闻，大家热闹几天忘记了就过去了，你现在直接让它变成了一个新闻，你是不是真不知道蓝鸟投资 CEO 这个分量有多重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所以我才断定丁一峰不敢往外乱说，除非他不想在这一行混了。不是，你是准备在全全面前吵架呀？没有，全全，我们在聊天呢，聊天。聊天才不会这么大声。妈咪温柔一点啊。那就算你有道理，那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去面对丁一峰？我说了，是我原来对你有点兴趣，现在发现你很无趣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跟他说你把我甩了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全全，妈妈劝冷静一下。哦。你要吃吗？哎，上面有我的口水。那你喂我干嘛？骗你的，真好骗。我叫凯恩呢。新奇，这个里面的人长得跟你好像啊。他帅，还是我帅？你们俩都帅，因为我看他像你。小屁孩。全全，很晚了，你要睡觉喽。妈咪，你过来一下，你看这个里面的人跟你长得好像啊。一点也不像啊。真像。你不要看了，到时间了，快去睡觉。可我一点也不困。你在床上躺一下，躺一下就困了，困了就睡了。你帮我动了吧。那妈咪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我要心情给我讲故事。他没时间啊。谁说的？我闲着呢。爸爸给你讲故事啊。一咋。不要，我要你们俩给我一起讲故事。嘿嘿。全全，哎。去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这是妈咪的鳄鱼。这个白胖子，哎呦，胖不拿不起来。白胖子就是爸爸的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快上来呀！那个全全啊，妈咪坐这里给你讲就行了。你想听什么故事啊？心奇，你快上来呀！新奇，快上来！不用了，我们爸爸来看看，看看今天讲什么。不会，你快上来啊！妈妈就不上去了，全全跟新奇一起说好了。怎么了？你刚才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你是个小狗。没有，全全，又耍赖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妈妈上去，妈妈上去。那你躺好，那你躺好。这形象谁啊？真是。全全，你想听什么故事啊？脚
蜗牛看海的吧。好，那你先躺好。躺好。躺好，把眼睛闭上，不许偷看啊。你。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，然后他就跟小乌龟说：“我想要性纪念。”我来。有一只小乌龟对他说：“你和我都爬得很慢。”你讲的一点也不好听。这一点感情都没有，还是得我来。你有感情，你 来学着点，学着点啊！来，你的身体比我小。有感情，好像吗？啊，你有感情，你来。你的身体要比我小。你念吧。小很多很多，你爬起来比我还要慢很多。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边。小蜗牛说：“爬吧，爬吧，爬你就能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。”世界上没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，如果说抛弃了，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的。是吗？你醒了，别吵着没我睡觉。别装睡了，我都看到你在动了，眼睫毛和嘴边都在动了，起床，不要装睡了。怎么天亮了？敏慧、新奇，你们都睡在一起了，是不是一辈子都不分开了？干嘛？你去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不要问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大早上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周爸爸，你们两个开不会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新奇，我饿了，赶紧去你家做早饭。哎，新奇，好，做早餐，来喽，排骨收锅了，来，全快尝尝。哇，周爸爸做的红烧排骨最棒了。棒就多吃一点啊。那我夹不起来。哎，稍等。夹不起来，妈给你夹。来。夹不起来，真的。
你怎么回来了呀？你不是要请同事吃饭吗？我请他们吃饭又不代表我要陪着他们吃，我当然是得回来陪我儿子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没事，那你坐这吃吧，我送的多，我在吃晚饭。哎，周书记，嗯，你上次那汤勺你放哪了？那个绿色的，哎，就在三层，第三层。三层？嗯，我说怎么找不到？谢不谢？嗯，你坐那儿吧，你跟全全坐在一起。这给你。你都不知道，他念叨这个大排骨念叨好多天了，哎，要吃周爸爸做的。来，给你来一个，啊，尝尝怎么样？嗯，太香了。这河海肠这，我还没吃。我接电话，你们先吃太香了。哎，别着急啊。嗯。又在给敏慧留宵夜？是呀，你看你妈妈现在这个样子，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。我给她每样菜呢都拿一点点，这样她晚上饿了后呢，放到微波炉里面，叮，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周爸爸，嗯，你这样惯着敏慧是不行的。那我这样惯着你就可以啊。嘿，大晚上吃这么油腻，难怪敏慧越来越胖。吃排骨，谢谢周爸爸。全全，嗯，爸爸是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不能随随便便喊别人爸爸？之前我不在，叫了也就算了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不能喊了，听见没？周爸爸也不行吗？不行。嗯，没关系的，全全，想叫我什么都可以啊。可我还是想叫你周爸爸呀。行，没问题。来，吃点青菜，这样跟周爸爸长得一样高啊。嘿嘿，不想长，那错了。说谁矮呢？秦总，尝尝我做的酸菜鱼吧，应该很适合你，又酸又菜又多鱼。做了这么大一桌的菜，你也辛苦了，尝尝你自己做的拔丝地瓜补一补，又软又黏又馋人。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你想和谁谈恋爱都可以，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把什么随便的人都往家里带？你考虑考虑全全的感受。你说周如记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是全全的主治医生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那要说起来，你才是这个家随便的人吧？拉倒吧，像你这种嘴上说着是朋友，把人当备胎的，我见多了。哦，是吗？你什么时候见过？见到什么人？你当过备胎？答不上来吧，答不上来就不要用你狭隘的想法去揣测别人。而且周如记，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好朋友，全全很喜欢他，他也很疼爱全全。无论你接不接受，这都已经是事实了。新奇，你是要和我还有敏辉一起睡了吗？回去睡啊，晚安，去吧。敏慧，我还想和你们两个一起睡。全全，那是幻觉，我们从来都没有一起睡过，以后也不会一起睡，都是假的，假的。挂掉了，挂掉了。好了，我们睡觉吧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好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儿子呢？儿子，儿子去朋友家住了，只有我跟你。什么情况？那个是曹木，曹木说这个顶级澳牛很好吃，我就想着你也很久没有吃正宗的西餐了，我就亲自下厨给你做了一些。说吧，下了什么毒？没下药。没下毒，你不相信的话，这个刀子咋这么钝呢？嗯，快尝尝。嗯，真的没下药，你可以咽下去的。难吃。难吃别吃了，你可以吃这些，这些是餐厅做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刚才不还都说是自己亲手做的吗？亲手点的外卖啊。说吧，想求我什么事儿？确实有事求你。我知道心脏 AI 建模技术开发成本很高，
但是一旦研发成功，投入使用，它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。那保安为什么不自己投？何海翔那种人，他就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。这次 AI 建模的投资成本又是 MIST 的好几倍，何海翔肯定不能同意。说白了，他是根本就没有那个眼光和魄力。你意思是我有那个眼光和魄力？那当然了。心情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领域，我之前也给你看过我对 AI 建模的一些进展。如果你对我没有信心，我可以跟你签军令状。如果你早几天和我说的话，机会或许大一点。为什么？观潮有一个癌症筛查项目，我们已经进入到沟通细节的阶段了。观潮？你怎么能跟程启让那种人合作呢？程启让是哪种人？为什么每次提起他你都那么激动？我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癌症筛查确实也是现在热门的项目，但是心脏 AI 建模技术更加前沿。可是他们的开发周期只要一年半，从我的角度出发，他们的收益要更高，我也要为其他几位股东负责。如果你能等的话，最多半年，等蓝鸟的资金回笼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我能把全部的开发周期缩短到两年呢？不可能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给我两周，两周之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？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换掉。好，我去换。还没睡啊？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趁我假，我不回来我去哪？你到底是有多不放心我，还让周如记来监督我？我什么时候让周如记来监督你了？就是，没什么。困了就回房间去睡。不能睡，活没干完呢。何海强又让你干什么？正好给你看看，这是我今天的成果。如果说呢，我能在这两周内完成软件的构架设计和实现路径，那么我就能把后续开发的过程省去到两年。所以你让我给你两周的时间，你没日没夜的加班就为了这个？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了。其实关于 AI 建模呢，这些年我也收集了一些资料，但是在你这个 PPT 上都没看到。什么信息啊？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我做这个 AI 建模很多年了，不可能有任何的信息漏洞。你说哪方面？什么资料？想看吗？想看。你别开玩笑，赶紧。哎，给我。不得说一些好听的呀。你长得真帅。不真诚。不要闹了，全去睡觉了。你赶紧给我，你赶紧给我，你不该是吧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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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这样好了，给你先起来。你先给我。OK。辛苦。给我不就行了？You can't erase memories. They lead my life going on. Break the love. I don't wanna break a promise. Break the love. I just wanna stay here till you feel my love. I just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mind. You're in my dreams every night. I feel love. I just wanna keep a promise. I feel us. When it's time to fall into my arms. 敏慧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要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已经吃过饭了，但是我今天依然要加班，加得很晚了。你跟新奇在家里还好吗？你们吃过饭了吗？嗯，我吃了，新奇给我点了外卖。给你点的外卖啊？那你现在吃的这个水果是不是新奇给你点的呀？周爸爸给我弄的。哦，周爸爸给你点的呀。新奇。哎。嗯，这几天你下了班还要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照顾全全。辛苦你了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，应该的。我今天应该也会挺晚回去的，你一会儿到时间了就带着全全睡吧，别等我了。哦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，那个别太累了，全全放心吧啊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忙着呢。拜拜。拜拜。加油。
慢点。哎，小心。敏慧。嗯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。你这大晚上喝这么多酒，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可能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，他喝多了以后想找人帮忙也只能找到我。行了，送到这儿就可以了。你又不住这儿，自己回去。慢点啊，把门关下。那个，他胃不好，你让他吃了胃药再睡。台阶，台阶，有台阶啊。轻点。还知道轻点。喝这么多，要不是我，你都不知道被那个周如记带哪儿去了。还轻点。怎么了？胃疼啊？他还真了解你。想吃啊。明慧。来，明慧，起来把药吃了。起来把药吃了就不痛了啊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干嘛？喝多了，怎么睡在这儿？哎呦，啊！悠闲的在那里喝咖啡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！这都几点了？晨晨，起床了。等你早迟到了，已经送幼儿园了。啊，你送的是吧？啊，吓死我了。哎，这是蜂蜜水，喝完酒喝这个对肠胃好。哦，谢谢啊。这是个酒，真不是个好东西。我今天去上班，我肯定……公司也替你请好假了。你替我请假了，你怎么替我请的假？当然是用你手机给曹木发微信啊，不然你以为怎么办？那就好。哎，嗯，每次喝醉了都这样。怎么样，我对你做什么了？没有。你想对我做什么吗？怎么可能呢？
但是我想问你一下，我昨天晚上有没有那个？你这电脑挺贵的吧？你电脑？哎呀，我这个电脑挺贵的，里面全部都是重要的内容，你给我弄坏了怎么办？你为什么知道我电脑的密码？那全全的生日啊，一猜不就猜到？不是，那你也不能未经我允许私自看我电脑里面的内容吧？你这个难道不是准备给我看的？是给你看的，不是。但是你也不能。风险评估做了没有？虽然你们已经完成了前期构架的调整，但是我看了你的时间计划，几乎没有预留任何延宕的时间。我留了呀，每一个开发阶段后面我都留了一周的延宕期。一周？你确定够吗？如果说出现的问题一周内解决不了的话，那80%以上是底层逻辑出了问题，我是不会允许自己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明天上午，我会让哈利把投资合同发给你，开发周期，我再多给你6个月。合同不是还有提案会吗？啊，那你要想开也可以。啊，没有，不用了。辛总真是慧眼如炬，人中龙凤，马中赤兔，暖马师徒，马到。不会夸就别夸了啊。啊，我以为你喜欢听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开发周期不用多给我，我可以的。我要的是万无一失，不仅是项目，还有人。谢谢，我去洗漱。啊，还有啊，就你这个酒品吧，以后还是少喝酒。啊，哎呀！咱们公司股票是不是又涨了？谁说的？我看你这表情，就像是占了谁多大便宜似的。谁占大便宜啊？是他占我便宜行不行？他谁呀？你管他谁？签字吧。啊，谁占你便宜了？来的。耶！我刚刚差点就夹到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妈咪带我来游乐场了。你看，妈咪好笨，一个都没夹到。你全全，你二儿子说，我刚刚不是一个都没夹到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爸爸小时候玩这个可厉害了呢。我才不信，你碰到的他也说他可厉害。我怎么夹不到啊？等着，爸爸过去给你露一手。啊！好，你快点来，我们在这等你。拜拜。没关系的，你要是有事儿，咱们下次再来接着玩也行。虽然我还想玩旋转木马、碰碰车呀、蹦蹦床，还有你又装可怜是不是？谁跟你说我要走了？我在这儿看抓娃娃攻略，一抓一个准，你看见没？哎，敏慧，你这么争强好胜的，男人会害怕的。那是因为他们都不如我，你看新奇就不会。全全，你刚刚说你想玩什么来着？旋转木马对不对？嗯，我们现在就去玩。好啊，走。让我看一看在哪边。哎呀，气球飞了。你猜你能不能够到啊？我猜可能够不着。圈圈，可你不是女超人吗？我还想拿回去送给新奇呢。行吧，那妈咪试一试啊。圈圈，你后退一点。嗯，更棒的呢，来，看来女超人也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啊。你长得都了不起啊。爸爸带你去玩好玩的好不好？好，走，先去那打枪。打枪？嗯，看看哪能打枪啊。啊，爸，怎么回事？算了算了。出技巧，别动！